又帶我嚟關前街做咩啊？關前會唔係一早完咗啦咩？帶得你嚟就計有新嘢玩噶啦！咁仲等咩啊？行啦！最近關前街推出咗關前會第二期，同第一期一樣，都係有唔同嘅商户提供折扣優惠同大抽獎噶。聽講仲多咗好多 AR 大家店同埋新店鋪加入添啊！首先就帶嚟呢度先，又係呢度。上次你咪嚟打我卡咯，係啊，先講啦。呢、這個呼喚默默是呢次關前會新增的三個 AR 大卡店其中一個嚟噶，照足下畫面不同的位置，默默就會去到相應的地方噶啦。哇，真係好得意啊！跟住就帶你嚟到呢間154中古美學館啦。我知啦，係咪又要揾鎮店支部的線索呢？咁醒嘅你，冇錯啊！只要掃咗店鋪的活動 QR code， 再根據提示用手機鏡頭揾出指定物品，就有消費優惠折扣噶啦。呢间154中古美学馆是一间咖啡店加中古店嚟噶，入面嘅古董同服饰都好多元化，听讲有五层俾你慢慢行噶。咦，呢、這个袋好衬我，灰记得帮我埋单啦。嗱，最近天气都有啲热啦，不如带你食雪糕啊。好啊，我要椰子味啊。呢间红兴椰子雪糕已经系百年老店嚟噶啦，佢哋嘅雪糕都系用传统嘅手法制造，好有特色噶。佢仲有其他唔同嘅口味，拎嚟消暑真系一流啊！同埋每间铺用活动优惠券消费之后，仲会有唔同嘅限量礼品噶。睇下你个杯几靓，个设计仲超有心思添啊！听讲之后仲会有碗同埋碟，可以组成一套啊！跟住就带你去呢个新嘅 AR 打卡点啦，佢就系时空之窗，带你穿越翻去旧时嘅澳门啊！睇下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噶，有建筑、街道、人物、物件等等。系、哦，入面仲有得互动添啊！全部都好怀旧噶。最后就嚟食呢间阿婆出品，佢专正面啲嘢噶，最多人就系食呢个招牌香茅鸡扒面。哇、哦，好似好正咁，我唔系啦。同埋一定要试埋佢哋嘅麻辣盏啊，包你一试上晒瘾。咁啊，买翻两樽先。喺度同你哋讲埋啦，只要完成指定活动之后，仲有得参加幸运大抽奖噶。礼物咁丰富，我又点会错过？今日玩得好开心啊！吓，你咁快满足啊？我哋仲有好多地方未行，不过唔怕，我哋下次再一齐玩咯。好啊。